唔該，芝麻妹，冇差用咁點食啊？猴子啊！我俾佢殺我！阿妹仔，頂啲嚟，頂啲嚟！你咪鬼玩人啦，留噶，留噶。 送俾你嘅。喂，你部橙汁咁得意嘅，食唔食糖啊？你睇下你吓到人哋，对眼勾晒风啦，勾晒风咪啱咯，咁先对佢印象深刻噶嘛？啊？打开门口做生意就咩人都有。 我都话叫咗你唔好嚟帮我手噶啦，你大小姐嚟噶嘛？哎呀，你司机嚟啦，收工啊，收工啊！朱柏妹走啦，霍小姐，哇，原来又有钱又靓女噶喎，个女仔好送面口喎，系喎，梗系熟啦，赌王千金嚟噶嘛，吓，赌王千金。 跟住你啊！你见唔到我哋啊？知有钱嚟噶嘛？我哋官方嘅喎，喂，即系唔知系咪先？嚟嚟嚟，喂，警官，警官，嚟，好近啲，近啲，近啲，啊，再近啲，啊，警官，棘住咗我头啊！喂，我棘住咗个头啊！整低头啊！啊，唔识系佢哋，山村走，喂，搞咩走？咁走佬！ 喂，搞错啊！走走啊！啊，星哥，呢个世界上咧，真系冇人够你体贴嘅。阿 Celine 讲咗一次话，佢中意食福临天下啲嘢啫嘛，你即刻请咗大厨、二厨、三厨过嚟。请 Celine 食饭点可以失礼啊？至紧要佢开心。 Of course。 小姐翻嚟啦，莲姐。Daddy， Uncle Stone。我哋今晚请客，你翻房先啦。哦。四哥，平时一家人食饭，咪叫埋阿 Don 咯。 林生，乜特例过嘅？邱小姐，佢临时有事翻咗香港，所以托我攞三个篮过嚟。放低。爹哋，你做咩 冲入嚟啊？ 我有敲门噶喎，我又叫你入嚟咩 ？Sorry， 咩事啊？我读完 MBA， 我想入晋升帮你手。我哋晋升旗下大把 MBA 嘅毕业生，博士生我都有几个。你有咩咁特别？我识 marketing， 我开赌嘅，你识咩？我唔识，但我可以学啊。 翻去学校佢。
啊？幾時翻 London 啊？我諗住留喺澳門入 爹哋 公司幫佢手。你咪咁傻女啦，佢唔會答應㗎。Don， 你做咩揸住副啤牌嘅？你爹哋成日話你唔識得賭，叫你死咗條心啦。佢唔會當我同你係親人㗎，佢唔會理你㗎。媽咪啊，我今日有啲攰啊，想早啲瞓。好啦，咁你快啲休息啦。 I love you, Mom. Bye. 你攞部電話做咩啊？部電話係你嘅咩？啊，應該係晏晝嘅單車塞一塞，唔小心我跌咗入嚟嘅時候撈亂咗。唔好玩嘢啊！俾翻部電話我啊！得，冇問題。喺邊咧？想幾時啊？我等你。Hi， 你一话要翻部电话咋，我即刻飞出嚟见你啊！俾翻部玩具你，我部电话咧？嗱，诶，朱品威 ，Oh gosh， 你又想点啊？你唔系礼貌地都应该同我 say 声 thank you， 问下帮你呢个人叫咩名？我冇兴趣想知喎。诶，但系我有兴趣想讲，我叫做伍柏仪，义气个义。 你可以叫我二仔或者 Hugo 都得，我今年33岁，系一个专业嘅魔术师，专门带俾人无限嘅欢乐。诶，仲有啊，呢部唔系玩具，你有冇睇过胶胶地啊？佢系一部高智能嘅魔术电话，系我研究出嚟嘅，佢可以随时都揾到我，亦都只可以揾到我。既然我哋咁有缘分，嚟呢个就当系我哋第一次做朋友嘅见面礼吓。我冇兴趣同个贼做朋友。 你有冇睇过电话里边嘅嘢？梗系冇啦，我正人君子嚟噶，霍希恩小姐。你点知我个名噶？我仲知道你个英文名叫阿 Don， 今年26岁，白羊座，系晋升娱乐城嘅太子女，霍晋升嘅掌上明珠，啱啱喺英国修读完 MBA， 主修 marketing， 我冇讲错啊？北美嘅朋友仔，快啲 follow 北美 TVB USA 官方频道啦！ TVB 精彩節目片段每日更新，隨時隨地追貼節目同藝人消息。